为上一次就已经想要找他了，但他的时间赶不上，然后这一次再跟他提，他就马上来。哎，他当导演，我挺了大肚子，我都去帮他拍戏了，不能来参加我一集节目吗？我们要帮鳄鱼洗澡，而且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有说过嘛，我都不会知道那个节目具体的内容。然后就给我们入住通知说，今天有一个临时哦，妹妹会来，然后妹妹5岁，她要玩水，她要吃鲑鱼，生鲑鱼。我们还想说是沙西米吗？我们要去买沙西米什么的。结果她一来，我看是空的，我就有点不妙的预感。没想到打开是一只这么大只的鳄鱼，就有点真的有点吓到，所以我弹很远。然后主要是那个鳄鱼老师说，这个鳄鱼非常温驯，它不咬人，它手上全部都是疤。然后他说没有，那是别只，对，那是别只。他养了7只鳄鱼，所以你们最后有人真的敢碰吗？我们有碰哎、欸，其实有碰。我们有帮他刷澡，但我都一直刷尾巴的地方。你没看到那个短短还跑到他的嘴巴前面，那把我们给吓死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看到好几个大咖，连友朋哥新闻都请来了。你花是多少钱说服？因为上一次就已经想要找他了，但他的时间赶不上，然后这一次再跟他提，他就马上来。哎，他当导演，我挺了大肚子，我都去帮他拍戏了，不能来参加我一集节目吗？对啊。